时还未下班啊。阿丽咧，伊当我看人连开会都无来，怎么打？真正是天要到暗号啊！你搁会关心我？我若无看到你，拢无问者，你讲我无关心你啊？我即马关心你，搁问者，你搁讲啥话甲我口舌？哎呀，你这当处长夫人真正是真歹伺候呢。你若平常时就这么关心我，当然咪来安尼讲啊。问题是，你根本就无甲我看在心肝内，这边哪会怪我？你有影是伫我面头前哦，甲我讲话啊，因为拢唔肯认输，一定要讲到赢就对啦。啊，不怪，不怪咱阿婆这么白瞎呢。你讲这句话，敢袂感觉见笑？咱阿婆感情的白瞎，你比任何人更加清楚啊。问题是出在你，也不是出在我。又过来，以后要开始翻旧账就对了啊。翻旧账比算新账拢赶快啦！当初若不是你在外口乌白来偷吃，咱的婚姻敢会走到这款的地步？我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！你即马佫提出来讲，你是超过要到冤家了啦！这话题是你先提起的，你敢袂记？你即马是？老师长，老师长，你要来报表，今天是要给邓经理，明仔是透早我才送过来。卡叔公，若无其他的代志，我就先下班啦。好，你应该先下班了。多谢老师长。潘教授，看起来你工课真多嘛？啊，既然遐尼啊无闲哦，就卖定人去找教员开课讲滴。多谢夫人关心，你阁知影我真正关心你哦。卡叔公。你若想要继续坐伫做这个位哦，做代志就要知影分寸，莫随便在外口领事业，爱知影什么话应该讲，什么话不应该讲。啊，这夫人，请你放心啦，这公司除了公司以外，其他的代志我是袂介插的。啊，好啦，夫人，你嘛无需要超过夫人潘特助。啊，就算讲伊要去找赵英凯，嘛跟你无关系，敢毋是？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应该来陪伊看一下。这份工无上好啊，各有代志，就走。安德柱，是，那是安怎啊？夫人，伊的行动对你提起，你去找赵英凯的代志啊？我嘛唔知影呢，杨哥当时你嘛知影，夫人伊向对我真有意见啊。是讲，今夫人今日心情无介好，我伫咧门外头听到恁两个阿母咧冤家呢。哎，这款状况也毋是一两天的代志，关系就好了。哎，我刚才通到位。好，骨头记者，什么代志？你讲阮大姑啊，红送你去圣和医院，今麦总共真危急。这是消息，我唔确定啊。啊，阿连你就无都确定了，我哪会知啦？我无听人讲，我真正无清楚。好，好啦，好啦。我若知有什么消息啦，我一定头前就跟你讲，好不好？嗯。董事长，你拄则讲大姑啊，敢是董事长？这个记者伊消息用真灵通，凡是饮水着真正哦，送去病院，应该是无唔对。平常我看秀英伊伫外遐举动啊，就是安尼怪怪。医生今日开会，伊平常时我会教，结果今日规工也无看的人，我联络袂着。拄则要走的时候，佫一领羊毛，看家因大兄真正是发生代志。先生，啊，这件代志敢知？啊，我唔知呀，我嘛是拄则听张处长伊讲电话才听到的啊。嗯，替我调查清楚，想办法去探听。有什么消息吗？
董事长，其实我也不需要问你，庄英凯最近对我做反感的，根本都连插都别插过啊！你不要为伊替你探听消息，那是无采讲的，因为伊未跟我讲话。好，不要紧，我给你来查。你叫司机去准备车。是。手上是头一份合作，我甲安排因个头家去酒店啊，会记得报一个时间过案来关心一下，互人有一个好的印象，知影无？是。当时点事情？哦，一个大面女的呢。我有确认过啊，杨水德哦，真正是脑中风。即卖杨子欣、赵英凯、还有苏啊，拢踮伫高北房外面咧等。哎喏，每一人看起拢油头革面，拢真烦恼。嗯哼，是袂到杨水德真正病啊，这个唔对。这有影是一个让人足心疼的好消息啦。这消息明仔发布各大媒体，就讲杨水德病危，归根公司无人做主，内部规个乱糟糟。啊，这消息啦，明仔差偌多，就证明差偌多。然后开始注意杨水德公司的股票，准备开始放空。无问题啦，啊，出于这款代志哦，我算是全拢好嘞。这两天哦，咱看好伊啊，我先来。台股开盘，以诚耀在本土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巨阳生技跌停，股价蒸发将近一成。据传是因为董事长杨水德脑中风住院，也造成投资者不安。总哥，巨阳的股票我一套早就放空啊，都赚未少的。阿门这一边哦，我交代好势啊。赵英凯这个驸马爷会当写到去外口角，因就安怎写？囡仔人想要开大只车，嘛看伊家己是毋是个财主，韩道路是毋是发财？所以这赵英凯啊，我就看伊要安怎用。杨水德咧巨阳公司的股票都放好咯，落到一日抗战，咱再找机会偷偷捡起来，换咱做大股东啊！对啊。江大通真正照我所想的去打劫巨阳生计啊！只要杨子欣这工作挂落尾，也免个变乞丐。我会当帮助英凯，相信英凯最后也是算得过来。李白，董事长，我来上公文。董事，我你无用啦，我先来。好嘞，我阿伯在做工啊，继续进行，无问题。大家拢讲这个有当时有当中风，关于关系，关于这点，请问你的看法是？哎，你看啊，赵英凯这小白脸，搞我查某孙啊，顾家呢，伊就搁来陪赵英凯啊，代表阮大姑啊，大了发言。哎，所以讲啊，人帅真好，安源哦，人缘投啊，所以命哦，我那对了好，一脚踏就飞去天顶啊，我看这杨家驸马爷，一定是伊啊。当然无问题。游荡虽然即马在伫病院内面，也毋过是因为身体伤过操劳，做伫病院静养，无想要受人干扰。巨阳生技运作绝对无问题，子欣甲我会全力甲公司顾好。游先生，你是凯星贸易公司的总经理，虽然甲游小姐来交往，敢讲你已经会使替伊做决定了吗？当然会。赵英凯先生，甲我订离婚啊！从即马开始，我未婚夫做做每一个决定，做讲每一句话，拢会当代表我，还佮阮爸。
倩倩，啊那这哦，你也真正看好钱林和平啊，因为啊，触礁啊就是触礁啊，这麻雀是安怎，我都该凤凰比。即马唔是你的所做啊，做输人，主要是因为你的家世背景比袂过人。感情的代志是我私人的代志，我家己心内清楚。董事长，阮囝仔你肯定在桌顶，若无其他的代志，我想问。